而不可多见，但可磨也，而不可夺翅。湘水之滨，麓山东望，荣城中枢，有一座具有60年办学历史的现代化大学——长沙理工大学。它承湖湘人文经脉，坚持内涵与特色办学，其始源可追至1956年创建的长沙航务工程学校、长沙水利发电学校、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和1958年成立的湖南轻工业学校。彼时大湖新建，急需交通、电力、水利、轻工等建设人才，于是在长沙市南郊的涂家冲，长沙航务工程学校创立。1978年，学校更名为长沙交通学院，升格为本科院校。1956年，长沙水利发电学校在长沙市金盆岭也应时而生。1983年，学校升格为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。1994年，更名为长沙电力学院。与此同时，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在南岳衡山创建，4年迁至黄土岭，曾与长沙电力学院3度分合。2001年，并入长沙电力学院。1958年，湖南省轻工业学校在长沙南门外的扫把堂创立。1985年，学校升格为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。2002年，并入长沙电力学院。2003年4月，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潮中，长沙交通学院、长沙电力学院合并，组建成立新的长沙理工大学。从此，长理人高瞻远瞩，团结奋进，奏响了一曲继往开来的浩瀚长歌。2003年，长沙交通学院和长沙电力学院合并组建长沙理工大学，继承传统，发挥优势，解放思想，改革创新，以兼容并蓄的胸怀，敢为人先的气魄，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、具有学校特色的内涵式跨越发展之路。曲径萦回，亭榭交错，湖塘潋滟，佳木葱茏。今天的长沙理工大学拥有金盆岭、云塘两个校区，占地面积3100余亩，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、工、理、管、经、文、法、哲、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。学校现有18个教学学院、1个独立学院和1个继续教育学院，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3万余人，博士、硕士研究生近5000人，本科招生第一批次覆盖全国，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，并连续2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。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，拥有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示范区、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，获得2011年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、全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 F1 方程式赛车等各类竞赛，捷报频传。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战略，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，与利比里亚大学、
黑山大学合作共建了孔子学院，具有教授和培养来华留学生资格，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单位。披荆斩棘，方为今朝，筚路蓝缕，始成名府。六十载沧桑砥砺，新时代的城里人正乘势而上，开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。不断发展科技创新，发展新结构、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破解各种工程技术难题，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求，推动道路工程领域的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，赶超国际前沿，这是我毕生的追求。郑建龙院士长期从事道路工程领域的教学、科研及工程实践，200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，201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，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940人，其中教授309人。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张建仁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，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肖福良、曾祥军教授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。蒋仁言教授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倍引学者榜单。继王耀忠教授突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，叶泽教授、陈英娥教授的项目相继立项。弦歌六制堪伟业，桃李五洲尽辉煌。从长沙理工大学的浩瀚试卷中，走出了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奋建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庄尚彪、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虎、世界之星包装设计大奖的李瑜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许信陶、向上向善好青年切糕王子阿迪力等行业与社会精英。厂里学者们倾精义血，诲人不倦，厂里学子们勇立潮头，追求卓越，谱写了一卷卷动人的篇章。我认为新时代的厂里人必须秉承守正、力行、忠诚、担当的品格和执着坚韧、敢为人先的作风，这是一代又一代厂里人铸就和传承的合作社精神，在今天的诠释，也是当代厂里文化之本。从长沙航务工程学校到交通学院，从长沙水利发电学校到电力学院，从金盆旧院到云堂新府，从晋我湖到云影湖，从黄土岭到云霞山，长沙理工大学的创业者们在博学、力行、守正、拓新、校训文化的熏陶下，铸就了脚踏实地、艰苦奋斗、乐于奉献、锐意进取的铺路石精神。这种精神，它体现在1956年建校创业的山丘上，渗透在长沙水利发电学校筹备办公室、革命加拼命的工作中，诠释在国家级教师名师林宇智教授那句感人肺腑的“我的生命有限，要与病魔赛跑”的话语中。这种精神，它反映在长沙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中。南路桥、北财会、电力行业会计的黄埔军校，这是社会给予厂里特色人才的最佳褒奖。60年来，长沙理工大学已经为社会输送了40多万各类人才，
他们长期服务于行业与经济社会建设，被社会盛赞为留得下、用得上、靠得住的人才。近十年来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%以上，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，并获评全国高校创新创业50强。这种精神，它孕育于长沙理工大学的校园文化中，云顶文化大讲堂等学术讲坛蓬勃开展，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活动影响广泛，道德银行获教育部校园文化成果奖1等奖，学校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、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、湖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。始为精神强者，始为中流砥柱，一时之名，砥砺奋进，这是厂里人共同的宣言。踏着信念的基石，在新的征程上，长沙理工大学正以更加豪迈、开放、创新、实干的姿态，努力打造两个一流，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，实现跻身百强的厂里梦，乘风破浪，再铸辉煌。